这个三十二相好呢，这个从他的脚底下一直到他的头上啊，好比说释迦牟尼要按照说的话，实在释迦牟尼是有平脚病，因为他那个脚板是平的啊。那么这在我们现在说是平脚病了啊。那么还有呢，好比说释迦牟尼有四十颗牙齿啊，我们现在有许多人有三十二颗牙齿，这个嘴都受不了了。你想想四十颗牙齿的话，这个腮帮子应该很大很大。那么描写释迦牟尼啊，一共三十二相，最后是到头顶上一个肉结啊，他头上那个东西并不是他梳的巴巴啊，不是他梳的一个头发结，是他这儿鼓起来了，然后这上头长头发，所以很像个肉结似的。那么他的眉毛上头有白毫光，他的眼睛是青干色啊，那么非常描写他这个是非常的壮实的啊，结实的不得了，肉啊什么都很紧的啊，手非常之长。那么他说我们可以不可以看到释迦牟尼这三十二相好他的肉身，我们就可以见到佛了，就是我们现在所有学佛的人为的就是什么呢？为的是明心见性。那么是不是就这样就可以见到如来了呢？这个如来代表本体，代表性。他说佛也世尊，不可以的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不可以拿身相，从他的身相能够见到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如来你说身相就不是身相。那么我们呢，这个色身呢就有相，我们这色身都有相啊，法身呢就没有相。假设说这个就是法身的话，就是释迦牟尼他这个色身就是法身的话，那么骗法界怎么骗法？这个法身是骗法界的，我们称它为法身。同时呢还有一样，释迦牟尼说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都有，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见得。所以这个法身不只是如来的色身里头有，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么假设说只有佛从佛的色身就看到了，就是见到佛的所谓见到如来，见到这个法身的，见到了性，那么我们这些算什么呢？所以这个说他就说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那么色身有相可见，法身是无相的，所以这两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所以刚才我补充的啊，一个性一个相啊，性跟相这两个东西，一个是本体，一个是本体所发起来的相。这个本体是不去不来，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这个相呢是生灭的，是因为生不生灭，因为它因缘聚合，所以它生灭的。所以你不可以拿这个生灭的相来见到这个不生灭的这一个如来的本体，这不可以的啊。那么性虽然是无相，但是它妙的是无不相。我一直给诸位拿一个东西解释啊，就是拿电来解释。电在哪里？电我们看不到，就存在在那儿，空中到处都有。我们甚至于这么摸摸摸的话啊，好比说有那个 nylon 东西，你都可以看，都有一静电出来。所以所有的电，电本身无相，
我们什么时候才看到他像呢？他有了东西，他有了像了。而这个像呢，是就了这个像，于是你知道有电存在，对不对？那么没有电的时候，电灯不成为电灯，电话不成为电话。所以它无像，电没有像，但是无不像。它搁在电灯，它变成电灯，电的灯；电扇它变成电的扇，它可以发光，它可以发热，它可以发动，它可以发冷。所以它无不像，没有一样它不是不像的，每一个东西它都可以成为像。所以说真如的本体是无相，但是它无不相啊。大家不要执着就把电当作真如啊，只是我们就这个比喻呢，这是一个比较可以让诸位，就是说因为现在性相之学非常难懂啊，很不容易把它怎么能够把它又说所见，就是说事相，佛所说相即非事相，以后所有的金刚经都是这个啊，都是这两句话。我们呢，因为只是看到了，好比说我们看到了相，我们就被这个相迷住了，我们只说哦，这就是相，这就是什么。我们好比说看着这尊佛像，甚至于我们假设说那时候看到释迦牟尼，我们看到哦，这32相好，这就是佛，这就是本体。我们只看到相，而不会从相里头看到有一个非相，而这个非相呢就是性。凡夫呢，我们只是看到有形的才看得到，无形的我们就看不到了。而小乘呢，于是他看到哦，这所有的相都是因缘和合。小乘是看到这空了啊，都是因缘和合，所以说我认为这一切都是非相，这一切都是虚假的，这一切都是众缘和合，所以都要毁灭的。于是这么样呀，小乘就他说好了，我现在走入涅槃，我不再被这些迷惑住了，我不再被这一些东西把我自己困住了。所以因为他见到了相，知道相是假的，那么他不肯再进一步去看真正那个性上可以无不相，于是小乘怎么样呢？就执空。所以我们凡夫呢是执着一个有，小乘呢就执着一个空。那么你不管是有也好，不管是空也好，结果都落在耳边。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话，你无论落在有边或者落在空边，你都见不到中道。你见不到中道的话，你都不能够从相里面去见到那个非相的那个性本性。所以说不可以身相见如来，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啊，这很要紧的几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则见如来啊，这是金刚经的很要紧的四句话。那么也是金刚经里可以说让我们修行的啊方法。我们说身相是真实的，那么就不是真，假设说身相不是真实的，那么就是非身相了。可是呢，我们佛法真正说我们要看到这个东西，就我们拿一个比方，就是说虚空来比方它，你这虚空有相吗？假设我们把虚空，这虚空就是法身，拿这个来代替的话，虚空跟法身没有什么不同的。那么实质上呢，性就是相的体，相呢就是性的用，一个是体，一个是用。这一个性跟相的体跟用的关系，我们
凡夫只看到了这个用，只看到了相，而没有看到相本身后面的那个本体，我们忽略那个了。不但我们眼睛看不见，甚至于连我们自己我们也看不见，我们只是看到我们这一个外头的身相，而没有看到这个身相，这个身相有生老病死，而我们没有看到在生老病死这个色身相后面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我们呢，只是把这个色身的相只以为实有，于是我们就拼命的把这一个色身相只为实有，拼命的在他上头用功夫，而那一个看不到的在这个色身之内有一个不生不灭东西，我们不知道有。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体跟用的关系。佛呢，它有三身啊，它法身、报身、应化身。它的法身呢，就是我们说本体真如啊、性啊，都是它，法界都是它。这个法身呢，不可见的，而是人人具足、个个圆成的。释迦牟尼有，我们也有，每个人都有。但这个东西呢，我们从来也不知道。所以禅宗里头说，你要注意，有一个无畏真人时时刻刻从你面门出入，这是禅宗里头的公案啊，祖师说的。有一个无畏真人，这一无畏真人也就是我们现在金刚经所说的不住。你说他搁在哪儿？他是眼睛吗？但是他额头也可以起作用。你说它是耳朵吗？但是它周身都可以起作用。这一个东西，它管它叫无畏真人，从我们面门出入，我们不知道每一天跟它打多少交代，但是我们从来不认得它。我们认得的，哦，我的眼睛能看，我的耳朵能听，只是管我们这一个有色的，而那个无色的、无畏的真人，我们不知道。那么这一个法身，然后是报身。报身呢，是佛他自己，因为他无始劫以来的功德，他成就了一个报身。这个报身呢，他用来度化从自受用身之后，然后变成他受用身，用来度化菩萨的。那么另外就是他的应化身。他的应化身，他不但现这个三十二相好的如来相，他胜过之于变畜生、到地狱、到恶鬼，凡是哪儿需要他的话，他就化那个身去了，他可以应化无穷的。所以这佛三身，那么法身无相、十方如来都是一样的，所证的都是证到这个。将来我们要成佛，我们证到的也是证到法身。要怎么样呢？要真是见，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身体诸相非相，我们自己也就成了如来了。那么他说众生跟佛一点都没有分别，完全相同的，只是问题是怎么样呢？我们六根接住了六尘，我们接触了六尘，于是我们起分别心、起爱憎心、取舍心，然后我们有生住坏空轮回六道，只是如此而已。那么说实在呢，不但我们有法身，就是那个蠢动寒灵甚至这个东西都有法身，都是，没有一样不是。那么我们了解这个的话啊，它是普遍存在，没有一个不存在。假设它没有一个地方不存在的话，请问我们指哪一个是它？你说这个是它，那么其余的就不是。当我们说这个，那么其他的那些那个全都不是。所以法身遍法界，当法身遍法界的话，我们不可能指出某一个东西、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人它是法身，不可能的，因为他骗法界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所以
不能够像释迦牟尼成为如来，能够见到自己的法身，就是因为妄想跟执着。妄想是我们把颠倒了啊，不实在的只以为实在，真正实在的本来的我们见不到，然后执着，我认为这样，我认为那样，我见非常深，一个我见，一个法见，二种执着。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证见，实则呢真正是性啊，没非这个相啊不能够显出来。这一个东西电，没有电灯，没有电扇，没有吹风机，没有冷气，性在哪儿我们见不到。生活中你在天上那个打雷闪电也是它碰到了，我们知道这是个电，于是知道电存在，到处都是电。但是性要是没有相它不显，可是相要是没有性的话它不能融通。这个相你假设没电的话灯就灭了，是不是？没有它的话不成的。所以我们一切相，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说我们这里身体有80%几的水，然后其他有多少磷，有多少钙啊，好了，我们就按照这个把它凑合在一起，我们能成为一个人吗？不可能的。现在你科学多么发明，我们不能够生出一个生物的细胞来，对不对？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点之所以能够存在，因为相必须照着性才能够融通，才能够存在。那么离了性呢，就没有所谓相。电灯没有电它还叫电灯吗？是不是？我们相没有性的话什么东西都不存在。那么可是呢离了相也无所谓性了，没有这些装配的话我们也没有地方去找电去。所以性跟相说实在是相辅相成，两个不能够离开的。那么他们两个不能离开，我们问题是我们要着了相就成了障碍。这一个障碍呢，于是我们就见不到性了。问题，这个障碍，妄想执着，障碍什么东西？障碍我们见不到性。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相不要，因为我们把相不要的话，我们没法见性。所以我们这个色壳子，我们虽然是假的，我们还得保护它呀。为什么？我们要借假修真呢，没有它还没法修呢。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要这相，而是说执不执着这相，要紧是在执着不执着，而不是说去掉它不要它，不是的。所以说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色身是相，知道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我们知道它是假的，那中间没有一个真实的相。哪一个是我？我的头、四肢啊、皮肤、毛发、五脏构成了这个我，哪个是我？我们现在都可以换零件，都可以换了，那么我把零件换了，哪个是我？所以真正是这么样的话，所以我们知道真正因缘假合的话，中间没有一个真实的相，所以我们说皆是虚妄。这个虚妄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好比说我们说色即是空，也不是说这个色就是空什么都没有，不是的。空者是因缘和合没有自性，故曰空。这个空这么讲。那么而法身非相，这个法身呢不能够相，不是相，它要是这个相它就不是那个相，它要是红的它就不是黄的，它要是这一个的话它就不是那个，
所以老子我们怎么能够接受佛法接受的这么好呢？因为老子早就铺了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说这个才是道，其他的都不是道，那么这个道不是经常永恒不变的那个道。名可名非常名，我管这个叫做道，他名给这个叫做道的话，那么其他的那些名字都不是他了。所以中国因为有道家的这个基础在这儿，所以很容易把佛家的性相接受过来。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的话，我们知道法身虽然没相，可是真正的话真如本体就在它里面，所以我们要能够把这一个诸相非相把它都去消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就是在色身中就看见到如来。这个如来呢就是自性，它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假如我们能够回光返照，这个不是说死了以后要死的时候回光返照，是我们因为我们整天都是我们这六根呢向外奔住，六尘都向外奔住，我们要把这一个向外奔住的把它收回来，这是反着光回头照进来，照进我的本身来。我们回光返照了以后，于是我们才真正见到啊，这一个非身相是什么东西。那么这个非身相呢，我简直无心可得，找不到。所以达摩到了中土啊，二祖去见他，二祖是老子老庄的专家大学者，然后因为老庄他觉得不究竟，他才出家，在这个出家又修了二十几年，还是心不能安，所以他去见达摩。见达摩，达摩那个求法好苦啊。那么达摩问他说，你倒是要什么？他说我这心不能安。他说好，拿心来我给你安。他听了半天，他说我觅心了不可得呀，我找我的心找不到。这个达摩说，我为汝安心静啊，我替你把心安了。神光当时大悟，悟了什么？见在诸相里头见到了非相，悟就是悟到这个，见就是见到这个，知道在这一个东西，我这心心在哪里。所以我们将来讲着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哪一个心？那么不但我们连心都不可得的话，那么这一些东西更不是我们的。所以说能够这么样子的话，就是见到如来自性了。色身有相，但是是虚妄的，因为它是众缘和合的。法身无相，所以说非相。见诸相非相呢，这时候这相就不能障碍性了。我们好比说学禅宗啊，参话头，参哪参哪，真是有时候几十年呢参下来，突然间一个因缘巧合一下悟了道了。他悟了道了，头一个见到什么？山河粉碎，大地平沉。山河不是山河，大地不是大地。那么现在大家都爱说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为什么？见诸相非相，这恩是正量哎，不是说是好玩的。因为他看到这一个见诸相非相的时候，他这一下真正看到了，不是说哎呀，我看看我这个肉里头，这里头没有吧？这里头在哪一刻哪一个是我的性啊？不是这么样，那恩是个正量见出来。你能够这么见出来的话啊，所以相就不会再障碍性，我们就可以真正看到性了。所以说去见如来，
假如我们执这个身相以为实有，我们现在你看看，这是老子说的，吾之所以有大患者，未无有身。我是最大的毛病，我们现在你看看，从早到晚我们这些痛苦，我们这些烦恼都为什么都伺候这个呀，对不对？就是伺候这个身呢。我之所以有大患，就是因为有我这有这个身体。所以我们要是执这个身以为实有，那么我们见不到真性，我们只是在这个相上用功夫，于是我们就见不到如来。我们学佛为什么？就是明心见性，见这个如来。那么性呢，由什么显呢？要由相显，相呢要由性而生。电没有电灯、电线、电扇这些东西，性显不出来。而像电灯、电话、电扇这些东西，没有电的话，它也生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这像跟性啊，这个东西学佛，我们要把这两样东西把它弄明白。尤其是讲《金刚经》啊，非得把这两个东西弄明白，所以我们就知道都是虚妄的。这一个相之所以显，因为它有本性。那么能够知道它是虚妄的话，不必断灭了。我们把这个都灭了的话，你这个性也不在了，对不对？所以说，而且你也不可以断灭，因为你断灭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我们修行，尤其是就是最主要的，不要执着这个虚幻的、虚妄的，把它当为真实的，这样的话我们少烦恼。你就是没成佛的话就少烦恼。我们之所以有烦恼，有很多的麻烦，原因出在哪里？执一切为实有，不但认为这个身体为实有，我们的财啊、名啊、情啊、权啊，我们都认为是实有的。连这个都不实有了的话，名利财情更是身外物了。那么我们都能了解这都不实有的话，我们还会那么样的舍死命的去争，而且用了全生命的力量把它执着不肯放，而且用这个来惹很多烦恼，造很多的孽，多不合算呢。这是个虚妄不实的东西，永远抓不住的。我们假设说，好比我们说名啊、利啊这些东西，我们看到多少人起起伏伏，看到多少人啊，这个盛极了的时候，看到他摔下来，有钱有的不得了，然后变成去贫穷。那么男女两个人爱的不得了，最后对簿公堂。那么你们看看这一些东西，哪一个东西你可以抓住？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抓住的，都不长。所以说诸行无常。那么我们知道，不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法无我，什么叫诸法？就是没有一个是真实，都是虚妄的。所以这是佛的三个大法印之中间最要紧的两个啊。那么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话啊，修行的人假设说，哦，这些相都糟糕极了，我一定要离开他，绝对不再跟他在一起。那么要不然的话，我是眼不见为净，因为我眼睛看见这些的话就障碍我了。其实色不迷人人自迷啊，酒不醉人人自醉，景不爱人人自爱。不是景爱我们呢，妨碍我们，是我们心来妨碍景啊。这些东西能够了解的话，我们总是怕，哦，这个不成，我这不能用它，不能要它，一要它的话对我修行非常有妨碍，于是我就一切都不要。我们就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非相里面。一住在非相里头，于是偏执空，把空又抓住了。那么抓住了空，就怕自己不空。我们天天打坐念佛，为一切东西就是要自己空，结果不空
怎么样？又是烦恼，还是烦恼。所以不学佛是世间的烦恼，学了佛是出世间的烦恼，都是烦恼。那么真正的话，我们要了解，假如说性是无相而又无不相的话，这是大乘的，不知空，妙有。能够了解这个的话，我们就不执着空。有我们会堕于二边啊，这个空有这两边东西的话，无论哪一边都让我们生烦恼，都让我们有为。佛是无为之法，佛是不二法门。能够了解这个的话，我们知道用功修行最要紧的先关照，时时刻刻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关照。什么叫关照呢？就是很多人修行以为啊，我把这个眼睛一闭打上坐，我一概都不想，我这叫修行呢？不是的啊。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砖地这个木头都成了佛了，不是这样啊。所有这么样呢，是心清又寂寂，心清是关照，寂寂是不